结果他就有真的人，就是不是 live 的表演，就真的有录出专辑啊，对，有专辑的那种感觉。然后结果他居然是谢霆锋唱，现帅的帅的，就是那个谢霆锋应该是哪一个？很多吧。豆豆先生。豆豆先生乱讲的，那应该是吧。反正就是谢霆锋的，就是陈安写给谢霆锋，他有写另外一首歌，也很好听。然后，对，然后这首歌也很好听。然后 KTV 刚好有，就是卡拉 OK 刚好有投币式的，然后有瑞影系统。做得有吗？对，做得有没有？做得有，做得。等下谁要去做得举手？来，大家知道什么是做得吗？大家知道做得什么？做得是。一间店，对，一间也是一间卡拉 OK。这首歌叫做《Perfume》香水。Thank you.
我以为你要说你自己唱的很好听。都很好听啊，钢琴也很好听啊，你们讲话的声音也。好了。对的。